佢哋都係一個好好嘅球隊嚟嘅，但係佢哋嘅防守咧就比較差，佢哋嘅防守咧就比較差，佢哋嘅攻擊咧就比較弱，平均高度佢哋唔曳，呢下波係跳手打，個籃網稍微俾對方咧就拉拉開咗之後咧就變咗個密度冇咗啦，俾人揾到個罅打咗落嚟啦。 跟住咧到巴西隊嘅發球啊，一個平飛球，一個背快。但係佢哋有一傳嘅話，其實攞分能力係有㗎，不過係爭在你話咁樣個壓力好大，因為你球球都起得靚嘅。咁啊，其實德國隊啊能夠進身決賽咧，對於嚟講啊已經係超額完成㗎啦。咁啊，最主要關鍵點解佢能夠進身決賽咧，就因為喺最後一站德國站嘅比賽啦。 佢哋係全勝嘅姿態咧，係進身呢個決賽嘅。咁所以主場之利喺嗰度又發揮咗一次嘅，其實啊。冇錯，咁啊見到德國隊啱啱發球呢一位球員咧，佢啊通常都係後備㗎，但係今場波佢就已經係喺度打緊波嘅話，第一局。哇！哥布拉啱啱呢球波扣殺真係重到不得了啊！咁啊，哥布拉而家係暫時巴西隊咧最佳嘅攻擊球員嚟嘅，身高1.8米啊，呢位球員咪扣球網高點啊，3.01米。 咁我哋話咧，舊陣時嘅老虎仔咧就係巴魯斯啊，而家新嘅老虎仔咧就啱啱換出嚟，呢位3號嘅哥普拉。好似係個風格。係啊，基本上而家係巴西隊嘅得分嘅靈魂嚟嘅。但啱啱就換入咗佢嘅隊友，我哋話拉1米90咧就係幫手攔網嘅嚇。哥甸奴發球。啊，一傳到位，後邊2.5嘅進攻，好可惜個波打出界啊，隊長。 古恩啊，經常喺琴日場波亦都係啊，個壓力大啊，佢孭住隊波嚟打可以話，佢嘅表現其實唔曳㗎，波好多時咧就話你枕住 set 俾佢，有兩個人攔網，你焗佢咧要避手打咧，就呢個波亦都打出界。可惜巴西隊啱啱有一個發球失誤啊，送翻發球權俾德國隊啊，咁啊真係換佢出嚟攔一攔網嘅啫。 一講攻擊嚟講咧，而家始終係哥普拉咧就係比較啊奧利華拉咧係穩陣啊。雖然奧利華拉係高啊，德國隊呢邊咧就係古恩發球，扣球式嘅發球，快攻得手。咁啊，佢哋嘅星球手啦，雲道連尼啦，從 入翻呢個巴西隊之後咧，令到整支巴西隊嘅進攻咧係穩定咗好多。呢邊打個背飛，打嘅咧就係杜姆啊！暫時我哋睇呢一段時間咧，德國隊方面咧都幾多喺2號位嘅進攻得分，但係佢哋做掩護或者交叉波唔多，係比較簡單一啲短波戰術嚟。 咁樣開心埋，隊嗰個嘅set point嚟嘅。直情攞埋添啊！因為德國隊咧就開出界咧，變咗啊第一局啊幾大比數，可以拋開曬包袱啦，即係能夠入到嚟，其實已經係超額完成㗎啦。但係另外一方面咧，其他五支球隊啊真係好強。咁啊，無可否認，應該係事實。所以好難怪嗰個球員其實嗰個心理質素咧都比較即係會懷疑自己。所以其實呢個比賽對德國隊嚟講咧係一個好好嘅一步嚟。 即係其實學習機會嚟嘅，佢哋反而唔好咁着意於話咧，就想贏到人哋嚇，就唔好諗呢樣。你諗下佢而家嘅排名咧，仲要比俄羅斯高，冇錯啊！即係肯定就超黑咗。所以我想講嗰樣嘢，即係運動員咧有陣時咧，真係要即係集中精神喺個 performance， 即係喺個表現嗰度，就唔好計較出嚟嘅結果個成績。有陣時我成日都話咧，競技嘅嘢咧，你做得好，人哋比你做得更好，你冇得怨嘅。冇錯。 因為喺德國站咧，如果你係照實力去計嘅話咧，德國隊啊頂籠都係你係當佢第三嘅啫，因為俄羅斯同埋美國隊咧就賽前會預計係可以擊敗德國隊，但係反為兩支球隊咧都輸俾德國，咁令到佢哋成為咧分站嘅冠軍，咁就真係靠住最尾嗰場波，佢哋係落後緊而贏美國隊3-2局數咧，咁樣先壓住咗俄羅斯今次入。德國隊先發球，一傳到位。 組織個後排進攻，不過打咗落網。德國隊先攞第一分先啊！打波咧就係9號嘅甘沙加，打咗波落去網。德國隊嘅舒利茲發球。
哎呀，可惜啊，呢個波有誤會啊。咁啊，其實德國隊而家陣容入邊咧都有啲改變嘅。原本佢嘅星球手咧就應該係三號夏特嘅，咁而家改由咗舒利茲咧去做呢個星球嘅工作。但其實舒利茲嘅星波係相當之唔錯。呢邊要一個進攻，呢個波射得唔好啊！哎呀，呢個波咧德國隊啊比較大意啊，對方咧已經係唔到位啊呢個波。戴亞斯就只是啦，好求其咁將個波打橫咁打過去，估唔到直線有個咁大嘅空位喺度，跳都冇跳嘅，呢個真係搓過去嘅啫。機會打好啲啦，要再做打唔打短，都係俾翻四喎。再俾過手，好啦，呢球打過咗俾對方守到，不過追唔翻嚟啦。連續三個波都俾阿古恩四位打啦。暫時嚟講，德國隊個勢好翻好多啊！即係波其實都避得靚啊，避咗兩位籃網球員嘅四隻手嘅。一傳到一個平拉，會揼釘啊！十六號嘅哥丁奴啊，呢個咧亦都係巴西隊陣中嘅危險人物嚟嘅，因為佢咧。個高度有1.93米，好年輕，巴西隊最高嘅一位球員，19歲啊！佢個虛攻夠到，繼續比賽，中間有個快攻掩一個後移成功啦，係啦，有戰術掩護仲好啲，俾到古恩去打呢一個咧就攻擊嘅時候咧，唔係咁多人去攔佢啦。啊！呢球波咧，哥布拉亦都救得好靚。好啦，一傳唔係好到，四號位強攻，五號嘅球員啊，史丁比查。史丁比查亦都喺今屆嘅女排大獎賽打起咗呢個，而且非常之搶眼添。係，佢係喺巴西而家陣中咧第二位咧最佳嘅攻擊球員嚟噶。咁啊，掉個頭呢邊咧，又一個虛攻得分。起碼第二局得個真係唔錯啊！暫時啊，一人一分，唔係俾人拉開啊。目標係希望個分數攞好啲啦，因為尋日咧都算唔錯嘅，輸嘅分數咧就係20、21、21啊，三局都過20分嘅。破壞一傳單手星球，可惜個波打出界，超前1分啊！德國隊。我哋有陣時可以欣賞下咧，運到連嚟咧佢嘅星球嗱，係高人膽大。其實呢個波升得靚啊，不過哥天奴咧打心急咗，冇扣碗啊呢個波。好啦，依邊大師打後排進攻，有人墊網添。嗱呢啲就係比較啊，一支球隊唔夠成熟嘅時候咧，多發嘅毛病。後排其實手起咗噶啦，幾傷啊呢波咁樣墊網。鏡頭影住位啊，戴亞斯，巴西隊陣中嘅老將。哥丁奴發球，一傳到位，有個背飛攔到，救翻起個波，太埋網啦呢個波，但係網前爭奪，捧咗個巴西長居，呢邊再打後排進攻攔到啊，救唔救到？唔得啦。咁啊，好明顯睇到咧，巴西隊咧係利用緊呢一場比賽咧。去試啲新嘅唔同嘅打法，好多時喺網前可以做進攻，佢都唔做啦。試下後排進攻嘅威力去到邊度？都俾咗好幾球俾後排。係啊，好明顯嘅，好刻意咁去俾啊你。咁啊，尋日非常之好嘅保雅加嚇，德國嘅13號球員。哦，直接得分添啊，保雅加。保雅加有個好處就係亦都即係個球味比較濃嘅一位球員啊，好投入。亦都唔理咧輸贏，咁佢都即係每分波都會 enjoy 咁去打嘅。戰起又係佢救到噶，快攻個波落咗地噶啦，咁睇有冇人掂到？文尼斯咧就望住對手話：係啊，你哋有掂到嘅咁啊。咁啊，大家唔好諗錯啊！呢場波對兩隊球隊仍然係好重要，因為其實邊一隊贏咧？
就邊一隊咧再進身入去準決賽嘅？冇錯啊，兩隊都輸過俾古巴，因為難到噶，不過出咗界。咁所以巴西絕對亦都真係唔放鬆得。呢場波德國贏，其實德國會進身咧去到準決賽噶。呢個時候咧就嚟到第一個技術暫停，我哋亦都咧趁機會休息陣間。繼續咧收睇世界女排大獎賽德國對巴西嘅賽事啊！咁啊，而家啱啱贏咗分嘅咧就係德國隊呢方面嘅。啱啱戴亞斯嘅籃網俾人打手邊啊！咁其實呢一個咧德國隊真係表現得相當好，起碼分數咧就同巴西叫做食住上噶，唔係話巴西突然間咧就換曬人啦。都是那六個的，沒錯，德國隊剛才還是技術暫停的時候先領先到8-6是進入的。跟著對巴西隊發球網前爭奪，哥丁奴這個長人又把球壓下去，沒錯，巴西隊現在領先到10-9。德國要頂住，不要中斷，而家被人哋拉開喎。一路呢一局都不錯嘅。反而今天巴西都幾多發球失誤啊？文尼斯開失啊！暫時的分數咧係10-10平手。發球失誤佢哋三次，德國隊有兩次。啊！呢邊四個位強攻戴亞斯，對方守到過翻嚟呢邊長區。再俾大阿斯，靚波！巴西11-10，又再次領先啊！我睇大阿斯好似輕描淡寫咁啊，跳起之後咧，望一望位，跟住個動作咧，亦都唔算做得好大，咁啊手腕用得好啊，慢鏡睇得清楚啲。難到嘅，再俾邊邊，俾後波，守得靚啊！哥布拉，大阿斯放虛攻。布亞加亦都俾人攔到，布亞加升翻過嚟呢邊，哇！呢分來回球都好幾次啦，仍然守到，哎呀，可惜啊！好少啊！出咗廣告板出邊，冇辦法追啊！咁啊，德國隊啊拉開咗少少啊，輕輕啫，12-10領先緊德國隊。又係史丁比查打最尾攞分嗰一球噶，set咗個後二俾佢。哇！呢個波德國隊都救得好喎。所以咁啦，如果場真係即係佢可以戰得高少少，唔好飆得咁緊要，都救到嘅。係啊，單手托起，但係咧被吹呢個過網攻擊，一個波已經過咗咧網中央位置，佢先撈翻入嚟升嘅。巴西隊領先到13-10，如果拉得開咧，我驚德國隊嗰邊就會散。係啊，經常就驚佢呢一樣嘢咁啊。球隊方面就算你係話個實力唔夠對方嚟咧，多數喺頭嗰8分-9分波咧，唔會話拉得太開嘅。咁啊，去到呢個中段期間咧，先至個穩定性唔夠對手咧，被拉開咗。咁啊，唔止你擔心啊，欣欣，你教練都好擔心啊，所以即刻嗌一個暫停啊，傾下先。不過睇得多，我諗電視機旁邊嘅觀眾咧都擔心㗎啦，會識得啊，大家同時諗緊同一樣嘢。係時候嗌暫停啊！其實我都講啊，李曉雲教練咧，佢嘅執教咧係好到嘅。好多時候我哋見佢嗌暫停啊，嗌換人啲位咧，嗌得很好嘅，係一個相當之唔錯嘅教練。係啊。佢睇叫哥寶拉咧，都真係幾多人埋去同佢傾傾偈噶嘛。咁睇下係咪有人會俾佢多少少啦。呢邊打個四位先。好啊，兩波。又是保亞加靈，傾完之後有些改善啊。係啊，德國隊追翻11-13，咁啊冇咁傷。所以教練嗌暫停嘅調動咧，對球隊嘅發揮嚟講都好重要。有陣時喺一個即係落後情況定一定神咧，起碼可以止下血先啊，真係。好啦，睇下可唔可以繼續發球分最近啲啦。但係呢邊呢個進攻真係你要讚咗球員跳得幾高啊，嗰啲啊。冇辦法啦，一對二手打落去。巴西隊暫時領先到14-11，戴亞斯發球，好埋網入波，隔硬升。今次係墊網，即係打。如果德國隊輸呢啲，好唔抵喎。就係個一傳問題啦。即係佢哋最基本呢樣嘢一定要即係改善咗先，咁先有機會做進攻。巴西而家領先到15-11。
開工得手，呢球波好正，打得好正，又是保亞加啊，強扣又有，短波又有。保亞加本來就不是德國隊的正選球員嚟噶，咁啊喺德國站有好的表現，嚟到依一度咧，亦都以一個正選的姿態出戰嘅。未死，但係咧就幾次的救波咧，都係撞咗埋網邊嘅，最終亦都啊唔可以成功救起個波，德國隊又追一分。暫時咧就係追到13-15啊！哇，咬得好近喎！係啊，幾好啊！我覺得德國隊咁樣咬住上咧。哇！古恩扣球式發球，靚波破壞一傳壓，後面2.5強攻守到喎，係啊！呢啲就真係可惜啦，後排守得幾靚啊！籃網球員墊網嘅又係，佢都好多次㗎啦嚇！哇！好酷啊！呢個殺手嘅樣係啊，史丹比查亦都係隊中比較後生嘅球員啦，21歲嘅啫，咁後生啊擔大旗！哇！呢個直線真係打得好靚。巴西隊而家領先到16-13，三分嘅距離。但德國隊就係由於失誤而令到佢哋失分，所以好慘啊！佢就係俾10-10之後咧，俾人衝咗個三分咧，個優勢一路帶到落嚟呢個第二個技術暫停。有時輸就係輸啲三分嘅可能啊！初初好啦，咁啊，第二局第二個技術暫停咧，就係巴西以16-13咧就係進入㗎。而家係巴西嘅哥丁奴發球，一傳幾靚㗎。打到個後波，差少食唔食到，亦都打到捉手嘅。古拉高娃咧就身高有1.9米啊，呢個球員。所以頭先見到佢咧，都好識利用個高點去打呢個扣殺，攞咗7分嘅啦。德國呢邊咧就係保亞加發球。哎呀，真係唔得，我覺得德國隊，即係我覺得佢如果太多失誤而令到佢哋失分咧。就令到佢哋輸得好唔抵。弱隊啊，更加發球生要盡量減少添啊，因為冇本錢啊。如果佢對巴西嘅要挟大啲咧，場波會更加精彩。唔緊要，史丹比查又送翻個大禮俾德國隊。哇！呢個殺手真係好酷啊樣啊！通常巴西隊啲球員咧笑容比較多嘅，好少好似佢咁酷。佢特別啲喎，真係假嚟啊！咁啊，德國隊暫時咧就係落後緊15-17。鏡頭影住呢一位咧，就係啊！呢個史丹比查絕對係殺手級嘅人馬嚟㗎，所以冇升得咁快啊！暫時佢又攞咗5分。德國呢邊咧就由鄧娜發球。哇！呢個細細力陰佢前面，哥布拉打到4號位，古恩後排進攻得分，又追翻近咗咯喎！好振奮啊！而家。因為兩隊就真係強弱懸殊啦，但係我唔想咧就係德國隊輸得咁醜啊！係啊，第一局真係輸得比較多10分波啊，而家起碼都只係咧就1分之差啫。有後快幫做掩攻啊，所以咧哥布拉打呢個波啊角度比較多啲選擇啊，又係得一個人攔佢嘅啫。我十分之欣賞巴西隊咧嗰啲球員扣殺動作十分之靚，喺空中騰空跟住扣碗扭手啲動作做得好好，好暢順啊！佢哋啲動作。誒，暫時個發球失誤咧就都幾連續下，巴西嚟講兩個輪次都係啦。就令到德國隊就越追越近喎，暫時係17-18。破壞一傳，隔硬升到4位太埋網，俾對方攔翻落嚟，哎得分，追平手啊！啊！睇下有冇靠住呢個勢可以啊攞局先啊！不過見得到咧，就巴西隊亦都喺呢一分波裏面嘅處理咧，就係話個一傳已經起碼唔好先，跟住咧夾硬俾4號位咧俾人攔一攔佢，佢亦都唔敢打住。暫停呢次叫咧就為巴西隊效力噶嘛，咁而家得翻哥布拉個喺度，阿波又殺起咗呢個史丹比查咁都。攻擊力佢哋照樣係咁犀利嘅。咁啊，因為佢個大獎賽嘅賽制咧，喺每一站或者每一個階段咧，球隊係可以要求咧換一位球員嘅。佢報名嘅時候咧，佢係報18個球員。落到每一個站入邊咧，佢可以最後咧決定咧12個球員嘅名單。咁所以可能其中嘅原因咧就係巴魯斯咧未必有嚟到呢個決賽場。冇錯，如果冇嚟到，更加就～
見到出場比賽啦。因為很多國家隊都趁呢個比賽咧，去挑選緊奧運最後個十二個球員嘅名單。咁啊，德國隊啱啱咧就由古恩咧打咗個靚波，就令到德國隊暫時領先19-18，反超前啊！蘇沙出咗嚟啊！巴西呢邊，蘇沙今年咧就亦都34歲噶啦。好，亦都係破壞咗一傳喎。大亞斯射位強攻，攔咗落嚟。兩分優勢添。輪到德國嗰邊企圖想拉開啊，領先緊20-18。德國隊啊，佢嘅特性咧就好有鬥心㗎，你唔好打起咗個信心啦，打起個信心咧有唔同咁講法㗎。因為佢哋其實有攔網嘅，平均身高唔輸嘛，佢哋。係。見到江沙加頭先熱身，而家就入咗嚟啦。巴西呢邊。又攔多一球添，真係發揮到咧攔網嗰個嘅效用啊！來勢洶洶咁，我德國隊忽然之間領先到21-18嘅係德國隊。不過亦都有啲奇怪啊，巴西呢支史丁比查入翻嚟，其實出嚟可能同呢兩位球員咧就講咗少少嘢，即刻俾佢哋落翻去睇下會唔會咧就改善咗個戰術啦。咁啊，雲到連尼呢個隊長亦都係翻入去比賽，咁啊睇下會唔會真係扭轉翻個局勢啦。德國隊暫時領先21-18，舒利茲發球，一傳到走到個背飛，但係打唔死。呢邊啊打翻個二波，救到，好球啊！信心嚟啦，啲信心。你唔好理，總之佢話我逐局嚟到睇嘅，攞一局我亦都係當成功咗一個目標噶啦。呢球杜姆打得好靚，打球啱啱喺兩個籃網手中間穿過，機會大啊！呢一局真係。如果德國隊贏翻一局咧，好睇好多。冇錯啊，攔得好，波未死，繼續睇下德國隊點樣組織，升個後二古恩打個大隻先。推攻過嚟救翻，防守真係幾好噶，德國好射車先，哦又有啊，23-18啦，德國隊冇走雞啦，照計。嗱，我覺得咧呢幾分贏咧要賺咧就係德國隊嘅星球手舒利茲，因為佢不斷咁左右調動巴西隊嘅攔網啦，同埋防守啦，令到佢有機可乘。嗱，呢啲位啦。如果唔係因為經過一輪嘅調動之後咧，好難出現一個斜射咁大的空位俾個波落地。冇錯啊！咁啱啱巴西呢邊啊追翻一分啊嚇，19-23，仍然係4分落後緊俾德國隊。但係都唔係靠戰術啊，靠自己咧一個二段攻擊啫。運到連尼呢邊一傳亦都麻麻地太貼網喎，硬打到俾巴西隊啱啱撐到個波。好啦，睇下德國，哎呀未必過呢球波。又真係奇怪啲喎！呢個波安全過網咧，好少我撥到咁嘅位置啊！嗱，而家巴西啊打咗啲泄氣波啊，睇下會唔會影響佢成場嘅表現？唔輸得㗎，輸一陣伸唔到準決賽啊，冇得爭冠軍㗎啦！一個交叉波攞翻分，但係咧就仲係留緊4分啊！仍然咧都係德國隊嗰邊嘅失誤。24-20領先。哇！大師好緊張啊，係咁介住啊！啲隊友啊，唔好輸啊！巴西咧雲到連尼發球。好啦，睇德國攞唔攞到依分。古恩重救落去，巴西都救起，但係組織唔到攻勢。睇呢邊組織啲咩啦？入一個平拉，掩一個後二，開攻。有啦！好嘢，攞埋添啊！有驚喜啊！唉，咁啊好睇啦！今晚啲波係啊，絕對係依家要逼巴西隊輸真功夫啊嘛！冇錯，而家咧就起碼第二局咧贏25-20，哇贏5分都幾犀利㗎！你唔好話啊，咪變咗局數係1-1啊！咁啊精彩啦，得唔到，因為巴西隊其實喺對方咬到10-10啫，絕對唔可以再掉以輕心。第二局輸咧，真係自己嘅犯錯啊，或者做唔到波咧所致嘅。哇！呢球波就呃曬巴西隊啲球員啦。一個走背快，一個走背飛。咪德國隊先攞一分。呢邊要位攔到個出界，即起碼德國隊都話我係攔到你嘅，唔係即係俾打落嚟嘅。咁啊，
暫時一比一平手。大亞斯發球，大亞斯一傳到位，依然四號位強攻，不過俾對方攔到。古恩二號位進攻又得手，即係打真係好嘢呢個波。啊，我覺得好得意啊！李希雲教練唔知係咪睇到巴西嘅弱點咧？好多時佢專登調動咗古恩喺二號位度做進攻。本身古恩係可以喺四號位度做進攻。冇錯，呢個有一個變化喺度啊！不過隊領先緊，二比一嘅情況底下咧，就有球員發球失誤，就俾巴西追到二比二平手。好強！咁啊，似乎個 Ace 打係咪好飄啊？好強嚟㗎！哎呀，係喎，你淨係攞多分啊！咁啊，唔好意思啦，德國隊應該係三比一領先緊巴西。夠氣啊！有機會再進攻添㗎。依邊又夠起二位嘅進攻，去攻，哎呀！好聰明啊！呢個波，試點比賽，佢嘅動作做曬咧，好似係強攻咁嘅，所以一定要勤力做埋呢啲嘢，唔可以一跳起就伸高手上陰波咁咧，對方就睇到咯，呃曬嘅呢個人。巴西隊追翻二比三，不過睇巴西隊擔心啊，到而家為止啲戰術。都唔係咁奏效啊！真係俾德國嗰邊睇穿曬，開波失埋咧，就喺呢一局就危險啲啦。德國隊領先到四比二，發球失誤啊！就係奧利華拉一號嘅球員。咁德國呢邊咧就係由古恩發球喎。哇！發生咩事？咪大家一人送咗分啊，叫做。德國仍然領先緊四比三，試點比殘發球，一傳唔係好到，走個背飛，好可惜打勾咗，呢個波咧就太過離網，扣落去就驚落網，打完線終於咧就勾西啦，四比四平手，呢面再打背飛打手頂。巴西隊救到個波，科布拉修正，古亞加打四號位俾對方突攔，守到啦，再打個快攻，文尼斯，但係球證好似話掂到手啊，之前就俾咗手勢出界嘅。啊！呢段時間大家搏火咧都好好刺激啊，球來球往。冇錯啦，得分嘅巴西隊暫時領先五比四。太埋網一個二段攻擊，對方守到。國寶拉打後直線，後排進攻。哎呀！結果送咗叉燒嚟輸啲分啊！咁啊，見到而家其實德國隊咧個防守其實比巴西隊做得好嘅。好多時都救到啲波嘅，係啊。咁所以巴西隊雖然話領先住兩分啦，其實打起上嚟咧，嗰啲戰術未係好軟木住，唔清脆㗎，俾人睇通咗嘅。呢個波亦都係打到籃網球員嘅手咧。繼續啦，巴西領先嘅六比四。呢個就打起翻巴西隊嘅勢，做翻好少少。個波出咗界，唔係喎，難死添喎！突然間喎，呢啲又係啊！咁巴西隊落後三比四之後咧，就連攞五分波，而家就領先八比四進入去咧，呢一個技術暫停添。不過呢幾分其實德國隊佢哋問題咁繼續咧，就係由巴西嘅史丁比查發球。巴西嘅防守亦都嚴密翻。所以啲分數就變咗可以比較拉得開嘅。巴西領先到九比四。呢球波打咧就係戴亞斯打得好靚嘅波。咁啊成功率有42% 嘅。科姆拉又打又捉手出街。真係奇怪，真係好快啊！勢如破竹咁啊，好似啊！眨下眼啫，巴西領先到十比四。即係而家調轉到德國隊咧，防唔到對方咧就第一攻，即係來回球變咗少咗嘅。
呢度已經係連輸咗成五分波喺度，守到。哇！加加冇得打，陰過去。文尼斯打失呢個波，但係咧就話捉手喎，又俾翻巴西嘅呢一分。但係文尼斯打完自己都垂頭喪氣嘅喎。啊，慢鏡睇睇翻啦，其實本來手起咗嘅啦，德國隊咪跟住啊，文尼斯打個背飛，咪打係咪旁證望到啦？咁啊，結果咧係巴西咧就領先到11-4嘅啦，繼續都係史丁比長發球。再看多次呢個慢鏡，呢球波就不似係觸手出界，即係如果就算掂到，可能係手指尾揩到的，揩到的。哦，呢個情難咗落去，哇！真係咁都會發生，連續攞八分九分波咧，直接得分制真係好少見嘅。呢分到好慘，教練都不知道嗌暫停好定唔嗌暫停好啊！跑嚟咁遠。不過我個人就覺得德國啲球員其實佢係冇泄氣嘅，即係佢慢慢打，比賽繼續啦。而家到德國隊啦，頻頻組織後排進攻啦，因為見到啦，巴西隊嘅網前攔截咧明顯係好咗啊，咁啊，所以咧，李希雲教練咧亦都咧叫德國隊咧盡量組織多啲後排嘅扣殺，避開個攔網，亦都成功啊，止一止血啊，5-12嘅，好靚，個動作好快，不過差啲落地，唔知咩咧。踩到對方球員嘅腳啊！踩到硬嘅話就幾危險嘅。打呢波呢個波咧就係文尼斯。巴西咧而家係領先到13-5，哥布拉發球。哇！一傳，俾對方睇通曬啲路，呢個波亦都唔到位。呢邊再打個快攻，可惜佢打出界。呢個係自己嘅失誤啦。見到佢都想淨係扣換啊，但係咧食咗波底又扣唔實啊。個手型就啄個波噶啦，但係打波底。德國隊追翻6-13。哇！呢球波輪到連你啲古惑嘢又嚟啊！慳水慳力嘅得分啊！呢啲就巴西隊領先到14-6。看住對方中間冇人咧，就將個波猜落去攞分。呢個就係球員的經驗。文尼斯發球，差啲啊，直接得分添啊！不過個波落地嘅時候，原來出界。德國隊就再追多一分，7-14。舒利茲發球，一個背快。見到球證有少少彈弓手啊！係啊，望一望先，自然先再轉。因為呢個波幾敏嘅，又係好貼條界，煙嘅呢個波。巴西領先，睇到好球。15-7。大亞44位強攻救到。古恩打。太埋網啦！哦，勾咗添啊！誒，德國隊再追多分。盡量在第二個技術暫停之前咧，追多少少啦，要睇得靚啦，自由人。而家分數咧，巴西領先緊15-8。開工。16-8。一個平拉，不過唔係好到位。巴西電網。斯維斯達的特色就是他夠高，那他的高度可不可以克制到巴西的攔網呢？那就要看了。很快又作出個調動的決定，這個波也都升到平拉就不夠高，有少少起不到手打的，那個人亂曬手來做放這個虛攻。有時候我自己覺得就下特色的波反而沒有舒利茲那麼到，所以我比較喜歡舒利茲的升球。咁我記得喺德國站咧，舒利茲嘅表現咧都相當之好嘅，贏波功臣啦，少少咗。啊，破壞一傳，直接得分。
咁啊，鄧娜嘅發球真係唔錯啊！縮窄咗距離啦，只留六分啫。今年係22歲啊，鄧娜，好後生嘅一位球員。哦，呢間打完即個夾心啊，我哋叫做一個咧就一個小平拉，另外咧有一個人突然即刻喺個星球手同埋小平拉中間咧打入嚟，咁我呢啲叫夾心波。即基本上做得好嘅話咧，打嘅時候啊係冇人攔網嘅，一兩個都跳曬嘅。一傳到，佢哋做翻簡單嘅快攻，呢邊又二段攻擊。救起咗噶，睇會唔會再俾蕭維斯達打？俾啊，俾個後波，但係掕咗網嘅，網時就兜撳噶啦。杜姆攞救到啊，大亞斯呢邊救翻個波翻嚟，仍然俾杜姆可惜啊，處理得唔好嘅杜姆呢個。夏特升個波都係升得唔係太過刀啊！其實頭先係俾斯維斯達打個波咧，都係因為唔夠高咧，逼咗斯維斯達個波要掕網落去。咁啊，呢個時間巴西已經咧去到20分呢個關口啦喎，攔得好靚，時間好準確啊！21-12巴西。文尼斯嘅攔網真係好，喺中間兩邊幫，咁所以咧就成功率都幾高。佢係彈弓人嚟嘅喎。嗱，呢波亦都係睇到德國隊嘅經驗唔夠，即係如果你依入波俾我落去打咧，我一定會打足手出界。呢入波亦都打失，咁啲分係咁去啦。巴西因為德國隊已經嗌咗兩次暫停啦，咁啊變咗。冇嘢可以做，最多換下人嘅啫。如果有得換嘅話，冇錯啦，真係有個調動啊！巴西而家領先到22-12。最傷就係喺即係3-4之後咧，俾巴西隊連攞咗9分波。德國冇得打啦，變咗換入咗14號嘅舒拉維特，1.96米㗎嚇。巴西嘅哥布拉發球。防守方面，巴西隊呢一局啊，真係比第二局啊，絕對好好多。斯維斯達，斯維斯達呢樣嘢真要讚佢，佢唔貪靚波嘅，佢真係犀利到隻一隻嘅手咧就去到扣碗打波，所以個角度可以攞得斜，又可以望住對手嚟打。巴西領先22-13。兩球都是斯維斯達攔翻落嚟嘅，呢度做一個虛攻救到，後排做個修正，再俾大亞斯波 set 得唔靚啊！又波夾硬打添啊，逼到大亞斯要，即係安全過網得，但係佢嘗試下呢啲開網波都試下攻下啦。德國隊啊追到14-22，不過仍然係落後咗好多啊，八分。追又好難追啦。希望他哋打得好啲啦，唔開波又失咗，巴西領先到23-14。德國隊目標係希望到20分啦，又係啊，唔好似第一局咁輸咁多啦。唔容易啊，不過單手升起其實都幾好嘅，雖然唔係好清脆，但係都攪亂咗巴西嘅防守啊。泄泄地氣啊！我見到巴西啲球員啲樣。追極啊！暫時巴西都係領先緊23-15嘅。呢球波雖然攔到網，仍然都係得分。個古日出翻嚟啦！咁斯維斯達真係今日咧叫做打波時間唔好多啊！睇下教練應間第四局會唔會落多啲佢啊？因為其實如果佢落場對隊波嚟講係有幫助。係，除非佢有傷，但係又唔覺啊嚇。咁你話如果係想試其他啲球員嘅話，又唔係第一局開始去試咁奇怪嘅。
追翻分先，追到起碼好過第一局嘅要。追到16-24。咁啊，但係巴西隊仍然揸住好多個決勝分啊。係啊，都冇發球。哦，係一個搞掂啦，又係啊。布利華拉打個後快，咁變咗咧第三局波又係幾大嘅比數下嘅，巴西就贏25-16，變咗局數方面咧，佢哋領先緊2-1嘅。國隊嘅。唔係今日咧呢一局波，希望用個攔網又係逼巴西隊打出自己多啲嘅戰術出嚟睇睇啦。第一分已經咁多來回球啦。咁啊好睇啊！哇！中埋添啊！守完再打翻啊！德國隊先攞第一分啊！喺第四，我都好佩服古恩。古恩咧每場波咧都要孭好多分，冇錯。打到而家仲有咁好體力嘅，真係好難得。好大責任啊！保亞加發球。哇！呢個殺手真係好厲害啊！史丹比查。我以為你話不太冷添。佢幾冷啊？所以我唔敢講啊，不太冷。佢樣係好冷嘅。追翻1-1平手啊！巴西隊。古恩自己撲上嚟打後排進攻，逼對方拱下波過嚟。呢邊個波唔係好到，杜姆猜過去。哥普拉輕扣，網前爭奪繼續，組織唔到到巴西啦。一個前發，哇！你睇佢派頂喎，保亞加差啲又中彈咁瞓咗落邊。呢個史丹比查落手真係好好狼啊！巴西2-1領先，真係打到瞓低啊！我一家都笑，咁快嘅佢個波，啊又係靚，哥布拉啊望個車先，跟住扭手打直線。哇！呢段時間好似見到巴西隊想抌油去啦，係啊，想快啲拉開。德國隊唔好泄氣啊！呃曬呢個波嚟啦，呢邊打翻快攻，唔俾對方守到。哥布拉開工，哎呀，真係正！呢啲就係經驗。你話個波明知打就俾人攔死啊，咁啊，梗係諗其他處理方法，一係打捉手出界，一係做開工，咁啊做咗個好嘅選擇。放得好靚添啊！呢個波，巴西領先到4-1。用個手指啊控制個波落點，所以計技術嘅全面性咧，始終係巴西隊佔優。係。但其實佢哋先輕鬆嘅一班後生女嚟㗎，尤其是係贏波添。係啊，成日喺鏡頭嗰度手舞足蹈㗎。睇翻現場嘅比賽先，巴西又難咗喎，攞埋依分就領先到5-1㗎啦喎。德國隊如果想將個分數追近啲咧，調轉佢哋個籃網一定要發揮到先得，因為而家巴西啊做得好成功，又一個6-1添。如果我是李英文教練，我希望他快啲換翻啊，斯維斯達落嚟定一定個軍心。散散地啊，德國隊而家都要靠後排嚟打打，唔好就咁拱俾四號位啊。因為其實真正嚟計，杜姆我真的覺得他個得分個把握冇啊斯維斯達咁高。所以啱啱呢一分其實都是要靠古恩。我睇邊巴西隊組織嘅後快又成功。一號嘅奧利華拉，亦都係有1.90米嘅高度噶。咁啊，而家巴西咧陣中咧兩位快攻手咧都係相當之高大嘅球員嚟嘅。佢快攻亦都有啊，唔止兩個選擇嗰度好嘅啫。杜姆四號位強攻，自己打失嘅，失誤比較多啲。呢啲我就成日都話咧，打波貪落地。巴西暫時咧領先緊8-2喺第四局嘅比賽。奧利華拉發球，哎，對方就送你一程啦，靠自己發球分可唔可攞到啦？奧利華拉咧嚇，有一段時間亦都係做過正選，但係咧就近呢幾場似乎又係咧後備上陣多。哥布拉打到足手，哥布拉殺波啦，可以話十拿九穩啊！
個動作比較靚嘅一個啊，係四位嘅強攻。巴西9-3領先。唔好一拳都冇埋啊！守個前排先。呢邊就本來做咗好靚嘅戰術，不過好可惜啦。哥普拉大貪得就係打咗波出界，佢自己少少口啊。冇錯，呢個波反圍咧就易打啲，因為多位打，佢就貪心。所以就貪心。係啦。唔知道打邊度好啊，太多位揀。呢邊組織後排進攻，戰起咗。都係比古恩多噶啦，呢邊開工守到，哎呀，呢個波 set 得有啲肉酸啊，所以咧俾球證吹 holding 啊，又波，又係比較少咁樣吹啊，持球啊，巴西10-4領先，一傳亦都係被破壞咗。打球直線難到，依即刻組織翻個快攻，反應好快，仍然繼續，波又係升唔到位啊！嗱，依段時間咧，德國隊咧失咗進攻嘅節奏，浪費咗，因為其實有兩次進攻機會，但係都做唔到咧，就反為輸呢分。哇！呢個打得咁開心，好開心啊！啱啱打完呢一球，啊，好快啊！反應呢一個冷面殺手啊！試點比賽，咁所以俾到機會啊，文尼斯打嘅呢個平拉打得好靚。巴西領先到11-4，哥布拉發球啊！好一傳到位，打個平拉，高點打啊！呢個嘅波唔算話，因為好快速㗎，個節奏，但係勝在即係高點可以攞得到。班尼基，班尼基今日都唔係好多波打。係啊。29歲，1.9米嘅球員啊，班尼基係呢邊打個背飛，古恩二號位嘅扣殺俾對方攔到，面對住大亞斯同埋文尼斯，咪睇到文尼斯不停問 no 噶嘛，因為頭先掟咗手俾德國嗰邊。睇下佢佢掂定係啊大師啊！我應該係俾咗德國喎。德國隊而家6-11，哎呀！巴西又攞翻呢一分，就領先到12-6。大師腰力好弱，呢個波又好鐵棒打，打完做到收腹動作㗎啦。進攻嘅分數當然百分比都係巴西高啦。叉燒嚟，德國隊真係千祈唔好一傳都輸埋，咁啊真係噏噏聲咁輸嘅。兩個揸住打呢個叉燒，咁呢個時間巴西領，有啲關鍵位咧，起碼有個人換下，可以調動下或者調整下咧，對隊波係好有幫助。如果你一換咗啲替補球員落嚟，隊波即刻散咗咧，亦都係唔得。呢個波俾德國隊發揮翻佢哋嘅攔網個威力啦，攔死咗咧就係史丁比查。史丁比查想攞唔攞之間啊，佢諗住個波會出界。攔網大家都係8個得分，啊呢樣啊打和喎。古恩發球，破壞一傳。四位強攻，大亞斯冇走雞啊！無人地帶啊！直情啊，打嘅時候咧，要多謝隊友幫佢掩空咗中間嗰個嘅。巴西領先到14-7。又打埋出界，嘗試打球直線，我都打出界。見到李希文教練個樣子有啲焦急啊！冇辦法啦，見到對波硬係打得唔好。呢個揼釘啊，奧利華拉，識得好硬啊！呢個快攻，巴西又去到16-7咯喎。
更慘啦，落後緊嘅話，你係領先好多啊，冇所謂。所以巴西嗰邊其實發球失誤就多啲嘅，但係人哋有條件。好啦，睇下會唔會真係繼續越拉越開啊？巴西16-7領先緊德國隊。一傳又都唔到嘅話，呢球波打得有啲肉酸啊！哦，你睇曬，散曬。但係阿斯啲咧就真係經驗老道啦，見到對面咧已經神不守舍，再嚟一個虛攻，更加攞你命，毫不費力地啊！見到對方陣腳大亂嘅情況咧，就做一個虛攻，個力度控制得好喎，都堪堪笠個籃網球員，亦都預約上嚟嗰個又唔到嘅。唯有換下人啫，就換咗舒拉維特。一傳真係冇曬，冇啦！頭先嗰球波打完出嚟之後，你就會見到隊波根本嗰個戰意唔夠啦，戰意唔夠啦，真係已經鬆懈咗，個信心好動搖。啊！到而家都唔俾阿斯維斯達代一代杜姆啊，奇怪！可能斯維斯達真係可能會有啲傷，可能呢樣真係好大可能。即係可以話係德國隊最後一場波㗎啦！呢個決賽周啊，巴西領先到19-7啦！一傳做得唔好，連保亞加都冇波打好耐啦。唔知道教練會唔會諗，還掂我都未必有機會贏啊！跌埋心水，流力打聽日嘅第五、第六名嘅名次賽。呢個名次賽大家真的要好留意、好關心就話，好擔心佢會唔會中國隊要去打第五、第六名嘅名次賽啊？但如果是中國隊打，好似會轉播喎。係，即係我哋會全程捉住中國隊嚟到俾大家睇嘅。當然啦，我哋希望中國隊係可以入到準決賽啦。不過而家個情況就好被動啦，要睇意大利同埋美國。即係話各位觀眾啊，睇完呢場記得仲有場直播啊！呢、這個波，咦出到嚟有作用喎，拉舒維特啊，即刻攔到一個網。不過我諗佢出嚟咧，出得遲咗啲啦。原來又驚佢發呢啲嘢，因為處理上真係曳咗嘅。巴西領先到20-9。貪咗啲啊！呢波，始終經驗係爭少少。啊！好明顯啦，德國隊呢段時間咧，一傳唔到位，升亦都冇選，冇乜選擇啦，即係求其升嘅可以話係。咁啊啱出嚟咁啊，當然就俾阿拉舒維隊打打啦。但係拉舒維隊亦都係咁倚咁啊，係啊，唔係好大力咁樣扣曬落去嘅啫，佢都，但係俾人封死曬啲位啊，又難死一個。哇！唔好十分都唔過啊，真係，即係幾咁嘅水平嚟講嘅賽事好少嘅。係啊。我見到咧，呢個巴西隊裏邊嘅史丁比查咧，仲係牛咁眼睇住德國隊啊！呢個殺手就好厲害啊！真係，佢點都唔放鬆佢話。哎，各位球迷等到啦，斯維斯達已經換咗入嚟啦。太遲啦，真係。俾唔俾佢咧？第一球已經即刻俾佢啦，要。但係波又升唔到位嘅。哥布拉四個位強攻又得手啦！呢啲個波嘅扣殺唔係好快啊！人入到位，但係個波都係守唔起嘅，即係證明個戰意好低。冇錯，呢個德國隊直情係叫鬆散咗。巴西領先到23-9，打斯法球。斯維斯達打到手頂，哥布拉繼續射位強攻啦！哇，真係想咁。呢啲波又係觸手出界啦，其實防守球員應該有能力去攞得翻。希望德國隊可以衝破到呢個個位數字啊！冇錯，真係幾次嘅第一攻都唔可以攞分啊！我睇佢都幾難啊，已經去到決勝分。大亞斯發球，好多好多個 match point， 真係都幾少見，有成十幾個 match point。嗱，哦，冇心接啊！呢個直情有嗰個感覺。呢個戰意，轉場戰意嘅問題嚟嘅。直情我哋叫呢啲叫信心崩潰啊！係，咁啊，其實喺崩潰嘅時候20-9之後崩潰到無可再形容啦，咪變咗25-9一個絕對絕對好大嘅比數咧嘅差距啊！咪攞埋第四局賽事啊，巴西啦，變咗巴西23-1局數啊擊敗咗對手啦，入到準決賽啦佢哋。呢個時候我哋都休息陣間。